Hello， 各位亲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有这个主管会议，不对，店长会议，所以回来吃饭人比较多，所以今天理所当然会有空吧。OK， 那这个汤呢是这个贡丸汤，还有一碗，然后这个八呢就是空巴拉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应该啊，惨了，掉下去了。哦，还好还好，没有掉下去。好，这边的话还有对流菜，那这边的话还有这个高丽菜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有豆干。海带芽，然后这边的话是玉米蛋，然后这是素食的，这是素食的汤，这是饭，然后谢谢辛苦的大姐，大姐谢谢，加班加班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用餐的伙伴们，好，真的很多 ，OK， 那就这样，用餐愉快。